宝们，这个桂花坚果藕粉又来活动了啊、哦！这个是618的活动，现在原价两桶是39.8，现在下单立减10元，格外再赠送一个小麦碗啊、哦！哎呀，今天我再给你们录个教程啊，冲泡的教程，正常的女生量两大勺就可以了啊，两大勺应该就够了。我能吃，我多来点。然后这个藕粉的教程啊，第一遍用凉水给它稀释了，你快两勺的藕粉就要两勺的凉水稀释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得放3勺，我这量比较多。第一遍用凉水给它稀释，给它稀释成这样。然后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给它去冲泡，冲到那种黏糊的像浆糊一样那个状态就可以了啊。如果想吃那个稀一点的可以多放水，想吃粘稠一点的少放水啊。哎，瞬间就凝固了。哎呀哎呀，泡好了啊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糊的状态。哎呀，有点像小时候往墙上贴报纸，我爸那个做的那个浆糊，这种口感是最好的啊。嗯，那事儿，哎呀，里面有那个葡萄干啊、腰果，还有那个山楂片，好多坚果，还有那个水果干。这款太适合老人吃了，因为它是微微的甜，一点点的甜。年轻人如果嫌它不够甜的话，可以放点蜂蜜或者是那个牛奶啊。藕粉就是用荷花的根儿莲藕做成的啊，女人吃莲藕好处太多了，它是清热解毒的，也是一款养胃的产品。